我叫谭谭加斯啊，我是和果子职员，从事的是美食博主的工作，到今年做和果子已经是第六年了。我们今天呢在 MUJI 这里进行了一个万圣节的茶会。日本茶道本来就是日本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和果子呢是茶道文化当中的一个衍生品，它是一定要配着抹茶然后进行食用的，然后它的外形是非常美观。那今天特地为了万圣节茶会而创作了六款的果子，它的馅呢是用苹果、生姜、肉桂做的啊，也是非常应季的。那么在这个秋天的时候，基本上茶会都是会放在节气啊节庆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会觉得这个和万圣节也是一个非常好结合的点。我们就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把在场的朋友们都能够连接起来，然后大家一起感受这种细腻温柔的生活态度。